光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是小米，今天来到我们的劳工节哦，我相信好多人都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然后趁着这个时候跟家人好好 quality time 来相处一下，刚好是你可以把生活中各式疑难杂症交给我们来服务的时候。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一个社区服务的栏目哦，欢迎大家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帮你免费解答问题哦，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交给我们，用我们24小时的电话来跟我们做连线，626-689-71991-626-689-7199哦。过去五年多以来，所有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生活达人，你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频道呢，好好的来询问，我们一一的来做解答，借由你的问题，我们借机的补充我们的生活知识，在需要用的时候都能够帮助别人，或者让自己呢处理事情更顺利哦。那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我们在18.9频道，我们在电视机一打开锁定18.9，无限放送24小时的免费资讯给大家，不管是即时的美国新闻，或者是国际的消息，又或者是我们的连续剧以及今日话题，包括我们为大家做社区服务的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在我们的华语电视18.9频道都看得到哦。现在我们的播出时间，如果你正在看的话，应该是晚上6点吃饭时间，或者是早上的11点重播时间。那也提醒大家哦，无事不登三宝殿在我们的这个中午的录影时间呢，我们会在 YouTube 频道上面跟大家做直播，欢迎大家上 YouTube 跟我们打声招呼，跟我们发问问题或解答问题哦。那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的时候呢，你要问问题，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专家是什么样的来宾，你就可以趁机问他能解答的问题哦。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家呢，是我们的电器达人，很会买家里的这个电器，很会修理电器，很会知道怎么样去聪明的做消费的这个电器女王哦。那另外我们的专家里面还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兽医师哦。家里的狗狗猫猫真的有时候它的这个花费是比小朋友还要高，比养人还要高哦，所以这些猫狗的这个问题哦，也欢迎大家提出来跟我们的黄医师来做请教。再加上我们今天有这个培训学校的老师哦，疫情过后很多人想要这个改变方向，又或者是呢，很多人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训练，其实你都可以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好的利用我们有培训学校的校长借机来跟他做发问哦。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好好一起来共同学习。那当然了，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感谢我们的节目赞助厂商，尤其劳工节的时候要感谢你们继续的支持我们哦。我们的节目赞助厂商是我们的牛拜网，牛拜网的网址是 niutvmall.com www.niutvmall.com。 我们的这个牛拜网呢，现在正在做中秋节的这个礼包大促销，也就是说你想要特别一点的月饼，你送人家的时候不要这个撞饼了，人家撞包撞饼嘛，对不对？如果你送去的饼大家都是已经看很腻了，那常常见的可能不稀罕，那我们的牛拜网现在推出我们这个台式的限量的中秋礼盒，里面包括了家的凤梨酥葱渣饼，还有台湾雪花斋的月饼哦。雪花斋的这个月饼呢是六入装哦，所以它一整套大盒小盒，这样一整个中秋大套装是68元哦。所以欢迎大家呢，如果想要给别人尝鲜试试看不同的这个月饼礼盒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台湾雪花斋的这个月饼搭配家的凤梨酥跟葱渣饼。如果你看市面上我们的这个月饼的价格的话，你应该就知道这是非常划算的哦，因为新鲜空运从台湾飞过来，那这个雪花月饼很多人可能不熟悉，其实就是绿豆碰哦。那雪花斋又是在台湾比较有名的一个糕饼店，专门呢就是从古代日据时代开始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雪花月饼哦，外面就是你知道绿豆碰，大家如果没吃过不妨尝一下，它是外面是白色的，用烤的用煎的酥酥的像太阳饼一样，中间呢就是绿豆馅的，那它那个绿豆沙炒的非常香哦。那这个雪花月饼呢现在在我们的牛拜网真的是独家推出，欢迎大家上牛拜网来看看，洽询电话是626-899-7568。不管你只是想买一盒自己在家里尝鲜，又或是你今年公司就是想要送人家这特别的这个月饼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牛拜网来做联系。牛拜网的电话是626-899-7568。另外也告诉大家，这个newtvmall.com 呢，现在有在做这个中秋节的特惠哦，干细胞精华面膜买三送一，胡须章黄金损失买三。
三送一，还有微热山丘凤梨酥、新建成沙琪玛、郭全福芝麻、蛋黄西饼以及澎湖花生酥，现在都全面下杀中，或者是包括我们的陈昌平医学博士所推荐的这个干细胞活化因子啊，或者是巨噬细胞的这个口服液，还有抗抑状凝固力、稳肌力，现在在牛掰网上面都看得到哦，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赞助厂商去逛一逛。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之后呢，立马把我们的电器达人、我们的医师，还有我们的培训老师一起到我们节目上来帮我们大家解答问题，马上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是小米。 Labor Day 好开心，今天很多人呢在家里休息哦。那 Labor Day 呢，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大家电或者是大卖场都会有折扣哦。那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哦，他刚好搬家了，想要添购一些这个小型的家电哦。那如果刚搬家的人利用 Labor Day 想要来补充货的话，想知道去哪里找折扣哦。那讲到家电，我们当然会想到呢，在我们 San Gabriel Valley 已经服务超过40年，这是我们皇都电器哦。我们赶快有请出我们的电器女王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啊！为大家有请的皇都电器 Julie 姐 ，Hello Julie 姐，你好。哎、hey, ，小米好，所有的好朋友、新朋友，大家好。哎、hey, ，Labor Day 耶，我知道每次 Labor Day 好像皇都电器都好忙好忙哦。跟我们讲一下，今年有没有什么特殊优惠啊？有啊，这一次哈、哦。很棒哦，我们跟特别跟如吉如奇一起合作，我们说哎 Labor Day 大家开心一下哈、啊，所以说呢，我们特别推出了 Hello Kitty 哈、哦，这个是一个最新的 Collection 系列的象牌的电饭锅，我们推出100台，店内限量抢购价。哇呀，这个 Hello Kitty 的电饭锅呢，如果您今天我刚刚才上网看哈，现在那个网站上面的最低价，包括 Amazon 的，大家都在卖159块。嗯，我们皇都电器 Labor Day 的抢购价只要98块。哇，那真的是非常赞呢、嗯。对对对，那这个是就是我们一共有100台哈，所以真的是呢，要买要快。那同时呢，其实妈妈的最爱哈，我们这次也有一位韩国的厂商也挺不错的，特别呢也赞助了我们一些这个韩国制造的不粘的，有炒锅啦、平煎锅啦哈，尺寸各种尺寸都有。这一次也是四折的优惠，只要12.99元，或者是你到任何的去商场上，现在都是要30块才买得到的哈。皇都 Labor Day 四折价12.99元，嗯。哇，真的是非常迷人哦！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电饭锅，以及这个我们这种煎锅啊，你说韩式的现在都是比较潮流型的嘛，所以到那边现场去逛的话，它的要的小家电这一些是现在这个在一进门我们就可以抢到的大优惠，所以要用冲的，你只有100台嘛？对对对，这个都是高档次的低价位哈。同时呢，如果您是要买大家电的话，这一次哈厂商的减价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哈。嗯嗯，像我们比如说名牌机也好了，这个是美国制造的，有一台上开式的洗衣机、嗯、Labor Day 超特价499。哦，500块不到哈，全新的这个10年 warranty 那个压缩机部分的这个洗衣机，但是就可以带回去。Julie 姐啊，那你的洗衣机有特价，请问烘干机是不是也能够一并特价？有啊，全部都一次的。通常来讲的话呢，烘干机大概都就是比洗衣机对多100块钱，所以烘干机是599。OK OK， 太好了。那刚好我们有一个观众他问的问题是关于冰箱，我不知道冰箱你们是不是有？冰箱有啊，像我这次我也蛮自豪的。我特别推出一款这个美国的名牌 Frigidaire 哈，对开门的不锈钢，而且门外有取冰取水的这个冰箱。如果您今天看的话呢 ，Best Buy 啦 ，Home Depot 都是1098元，我们就要心血来潮来一个 Labor Day 988。哦，我之前在你省了100块钱，嗯，我之前在你们的这个店面里面买了一台按摩机，然后现在每天都会躺在那椅子上好好按摩一下。那你按摩机在这个按摩椅在有 Labor Day 是不是也有优惠啊？对呀、啊，因为辛苦了一整年，我一定要买一台按摩椅来慰劳自己一下哈、哦。那么呢，我们这一次的优惠价里面呢，第一个优惠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呢买以前还是要体验一下，哎、因为这个椅子很多款嘛哈、嗯，哪一款才是您的最爱、嗯？您只要到皇都来亲身体验试一下这个按摩椅的话，皇都呢先送你一个100元的现金礼卡哇！好、哦，不管您是买哪一款的，是。那么同时呢，在皇都呢，我们有10多款的选择，从 Panasonic、Daiwa、Kawasaki 哈、哦。最多名牌选择呢，嗯都有，而且呢，我们还提供免利息的这个
付款分期付款，太好了。像有一台新款的，它这一次的价格力度相当的好，它是全功能的哦，那 Zero Gravity 1499。OK， 那么如果用我们的这个免利息付款的话呢，一个月月付63块，我算一算，一天大概只要2.08元，真的比一杯波霸奶茶还要便宜，轻松拥抱健康。是的，是的，爱自己真的是最重要哦，趁机可以让自己理疗一下，让自己的酸痛可以在这个按摩完以后，这个调养一下，然后明天继续可以过更好的一天。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他现在问的问题是在讲说他们家的冰箱很旧了，他想要换这一种听说有 AI 功能的冰箱哦，就变得很聪明的，他想借着这个 Labor Day 来换冰箱的话，这种 AI 功能怎么回事，有什么选择可以挑选啊？有啊， AI 功能现在冰箱是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哦。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充分的那个满足了消费者哈，不但是储藏最新鲜的食物保鲜以外呢，还同时呢具备的休闲娱乐的这个需求哈。像一般比如说现在三中有一台是相当的不错哈，它有一个冰箱外面呢就附带了一个21.5寸的高清电视的屏，那这台高清电视的屏呢，你只要呢手机上能够做的 AI 功能呢，在这一台冰箱上都可以实现。说留言跟家人做沟通是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AI 的功能哦，还可以留言沟通，也就是说留言沟通啊，我在做菜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还可以把妈妈这个电话连线上，是是 是，而且你也可以同时呢就直接呢把那个做菜的 recipe 放上去来，哇，一面看一面做，真的是很棒。什么阿基师啊、菲菲姐啊，他就是在里面这样子， 是全部都有哈。所以说你在厨房里面，在一些整个的烹饪上面来讲，可以满足您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娱乐同步进行哈。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不贵。哦，价格不贵，像您看这么好的冰箱哈，这么新款，功能齐全哈，我们皇都 Labor Day 呢有好多款选择，大概2000块钱上下哇，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哇，太好了，所以如果大家不管是喜欢什么最新最 AI 的产品，AI 的啦，或者是呢，对对对，你就是喜欢现在有很多 Bespoke 也很漂亮哎，它那个像法式冰箱外面都还带了那个玻璃的这个颜色哈，您可以选择什么天空蓝呐、或者是说是很欢乐橘，各种颜色是真的是让你的那个心情都很嗨起来。所以不管家里的橱柜你是做那种 modern 的新式的，还是你是做 classic 的，是法式的，在我们的这个皇都电器都可以帮你安排一个这个适合的冰箱。然后整个完全可以侵入式的，就是让你配合你的装潢，这真的太赞了。所以不管喜欢传统的还是喜欢 AI 先进的，在皇都电器选择的非常多。利用劳工节到现场去，我们讲你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观众，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特别的这个照顾，让我们这个有做这个优惠的地方都可以强力给我们推荐。OK， 好，如果说您就没选一下好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三宝店的客户的话呢，除了我们劳工节超特价以外呢，我会特别交代我们的柜台，我们再送客人一个那个小型的风扇哦，这个风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是 portable 的哈，就是真的是可以转换位置，它还有个夹子可以夹在桌上啊，或者是床下面，真的很棒呀。Make sure 一下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会关照我们，多送您一个风扇。谢谢我们的电器女王，谢谢 Julie 姐，谢谢大家。OK， 太赞了，欢迎 Labor Day 到皇都，拜拜。Bye。欢迎光临无事不登三宝店，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赶快为大家来解答我们社会中能够正在发生的问题。有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哦，他想要知道呢，圣诞节他有很多的亲戚来到洛杉矶找他一起玩哦，那家里呢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他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我们洛杉矶的圣诞节气氛，想要问问看哪里有很棒很精彩的活动可以参加，那有没有那种是价格比较
加低或者免费的活动可以参与的呢？那我们今天小天使非常厉害哦，讲到圣诞节的活动，你知道圣诞嘛，就是我们耶稣诞生的日子，全球都在庆祝的日子哦。那赶快的为大家有请到哦，这是我们国际青少年中心，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在圣诞节的这段期间会来做的一个活动，是不是？有请我们的 Jason 黄牧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是的，我们目前的话有一个圣诞主题音乐剧，在全美30个城市巡回演出。OK， 那其中一站的话是在洛杉矶 Long Beach 啊 ，Tarik Theater。OK， 是9月26号跟27号。哇，9月26号跟27号是两场嘛，是不是？对的。OK， 那这内容是什么？它可以学得到圣诞节的故事吗？有，我们准备了2个小时，准备了3幕。第一幕是表演耶稣基督的诞生 ，OK。第二幕是表演现代的这样一个舞台音乐剧。第三幕的话是我们世界最棒的格拉斯合唱团管弦乐队公演。世界最棒的、啊？是的。是有什么证据吗？是得过奖，还是有人给他一个奖杯？有参加过比赛？当然了、啊。合唱团是成立2000年，然后在2014年在瑞士、意大利国际合唱节比赛当中。都得了大奖，特别是在2015年德国的一场国际这样合唱节比赛当中得了最高奖。OK， 所以是9月26号、27号2天哦。那所有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想要去参与的话，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纯粹是因为对于这个圣诞节的故事感到好奇，想要多多去了解，而且感受这个快乐的气氛的话，是否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参加。哦、，OK， 有没有什么报名方式可以跟我们大家公开一下？有，我们的电话咨询6314169571，6314169571。我知道我们的导播好像有拿到那个我们的票的这个索取的方法或者是报名的方式哦，你给他扫码扫这个 QR code 应该都是可以找得到，或者是打电话洽询也都不用担心嘛，是不是？是的。哇，听说这个 Christmas Cantata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了，是不是？是的。跟我们讲讲好不好，这个历史到底有多悠久，然后大家呢这个巡回的在做表演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完以后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啊？哦，我们每一年的话会在这个美国嘛不同的城市这样巡回演出。嗯，一开始的话我们2013年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话是4个城市开始的 ，OK， 到现在为止都有30个城市巡回演出，所以各重大的这个场地，所以不管是东岸、西岸，或者是南边、北边的人，其实都看得到。对对，是的，从东部巡回到这边西部，然后中部，然后到奥兰多结束。听说你们的阵容都是非常庞大的，是不是？哦，非常庞大，我们的这个舞台剧有很多的道具，用3辆大型卡车。用这个道具，有舞台的，有照明的，音响的，还有5辆大巴工作人员。哇，所以这样整个一个巡回演出是百人的这个演员，另外旁边这个助理，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个卡车、货车、装人、义工的这些 bus， 其实是阵容非常的庞大哦。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洛杉矶，只有2场的演出，其实这个位置也有限呢。大家真的是应该把握时间，如果想要多学习、多了解、多感受，也跟着呢了解这个美国圣诞节为什么大家全世界这么认真的在庆祝。Christmas Cantata 是强力推荐给大家嘛，是不是？是的，是的。哇，那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是有分年纪的吗？因为我知道你说十几年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从这种还是小朋友13年看完以后，现在也都是大人了嘛，是不是？是的，是的。5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5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去参加的哦。是的，那欢迎大家哦，这个尤其是刚刚留言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你们家不管来的亲朋好友是长辈。还是还小的小孩，这都是全家合家可以观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啊。那洽询的话呢，只要跟我们的电话号码连线，都可以拿得到我们的这个票，然后可以了解怎么样做一个参与嘛，是不是？是的，太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 Jason 黄牧师到我们节目现场哦。其实每次跟 Jason 牧师聊天都会让我觉得心理上得到好多平静。像我之前会跟他讲说，好累哦，工作排好满哦。你是怎么解答的？跟我们观众分享。哦，其实每一位的话，在这个世界生活的都很累，因为太多生活的这样压力哦，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嘛，的确特别的这个累。
内在哪里的，人与人之间的话很少这样沟通交流，所以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啊，缺少的叫沟通交流，所以每个人都很孤立起来。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音乐剧给人带来这样社，给人带来这样一个，幸福盼望，给社会带来和谐，给家庭带来这样幸福，所以我们准备了圣诞主题音乐剧。对，Christmas Cantata、送给所有的这些我们在洛杉矶就近可以观赏到的这些所有观众朋友们哦，欢迎呢来跟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来做洽询哦，让你忙碌的生活中呢可以休闲一下，可以在身心灵的部分都能够有所这个进一步，能够放松，而且还学到新的东西。再次谢谢我们Jason黄黄牧师，谢谢你，谢谢，谢谢小米主持人，谢谢。继续回到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有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哦，他说：“哎，他学的是大数据哦，可是呢，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前呢，他已经开始到处去找工作，发现根本没有人要用他。那他的 OPT， 他的实习签证，那怎么办呢？要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还要再补习、再加强啊？那刚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来宾的要求之下。”在这个观众的要求之下，我们的小天使非常厉害哦，千里迢迢帮人大家为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是我们快捷培训的校长啊、哦，为大家有请的是我们的 Jeffrey 校长。Hello， 校长好。大家好。跟我们大家解说一下好不好？他如果原本学的是这个 Computer Science 也好啦，或者是学的是这个 Big Data 相关的这个科系也好，现在找不到实习工作怎么办呢？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现在工作比较丢掉的时间比较多，这个时间，那么大数据啊，或者是DI 数据科学，还有 data scientist 啊，现在他们找实习不太容易，找工作也不太容易。那有的人甚至拿到 offer 后来都丢掉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有一个 program 叫 Cisco 互联网专家，他刚好是在 computer system analyst 下面的一个职位。那么 computer system analyst 刚好跟 business analyst 还有 data science 还有 data scientist 的专业是对口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学计算机 WE 是学数据还有这些工程的，我们呢直接就是雇主，我们直接给他雇下来。那我们在我这边呢是一边实习一边学习。那头两个月呢我们给他教他什么活都会干，那么就可以找8到10万，后两个月把专家执照考下来，可以找到平均15万的工作。那么第五个月开始，他就可以在我们这儿就做陪练师了，一边做陪练师，一边就可以找世界500强的工作。如果找到了，一步登天了，对吧？人家雇你了，帮你办绿卡，办那个 H1B。是。如果没找到，在我们这儿做6个月，可以在我们这儿做老师。我们 sponsor H1B。我们也可以 sponsor 绿卡，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加入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说的最坏的结果是在我们这儿做个老师，有95%的机会是被世界500强过的。好的好的。那么考到了这个执照哦，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想说在这里做实习，实习完毕以后他就要离开美国回去他自己的这个不管是中港台哪一个角落，或者东南亚，或者是他想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去，这个执照是全世界通用是不是？那互联网专家这个执照是全世界通用的，在现在在全球呢大概有4万多人。4万多人，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其实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缺这样的人才啊，特别缺。那全美国现在有1万多人，中国有1万多人，世界各国有2万多人。OK， 那我们有一个观众有特别跟我们留言哦，因为他经济比较紧张一点，他之前是军人，然后现在退伍了之后呢，他又这个要重新出来找工作哦，可是以前学的是文科哦，现在想要说多出来找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些科系的话，是否你这个文科也可以转成快捷培训您刚刚讲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 Cisco 的互联网专家？这个文科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项目本身是零基础，不需要任何background。只要他有学习能力，有大专或者大学习能力，那我们因为我们是手把手来教他干活，那么一个活教会了他练15到20遍，他到处都可以做。是是是。那么如果每个活都练得滚瓜烂熟，那他是不是就什么活都会干了呢？
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说头两个月就给他教他什么活都会干， okay. 那他一上班就是8-10万的工作。哇，那我们知道这个退伍军人常常会有一些课程是让他们去上的时候有很多国家的这个补助。那快捷培训的这个互联网专家的，这也算是其中一个可以做的课程吗？对，我们是一个唯一一个在这个在这个联邦的这个 VA 叫做 Veteran 这个联邦这个系统里面是一个专家的岗位的培训。就是说你正常要学，你可能学个 technician 啊，学个 engineer， 是我们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专家的一个执照，嗯，就你学完了之后直接做专家。OK， 所以这相关的这些程序哦，不管他是收入不高也好，或者是他是退伍军人也好，其实会计培训你们有非常非常多仔细的这一些申请的条件啊，还有他们的这一些法规，以后将来找工作的安排，其实你们都非常熟悉嘛，是？对，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说，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们是可以协助他看他怎么样申请。低收入可以申请免费的学习、哦、然后即使有些留学生，他们我们学校即使没有钱多的人，我们还有一个学生贷款，就是一个学员呢只要交到了大概15000块、哦、我们剩下的6200块钱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 student loan、哦、直到上班以后再给。嗯，好的好的。所以其实想要学习当一个互联网专家的话，人人都可以，只要你有心想学哦。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快捷培训的校长 Jeffrey 大驾光临我们现场，感谢感谢。这个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生活上呢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尤其呢怎么样进修怎么样成长，都可以来跟我们做联系哦。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266897199，谢谢我们的校长，谢谢。